是怎么了？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。怎么了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你说。我说什么呀？列强占我领土，政府丧权辱国，前方战事如此吃紧，国将不国。对对对，可这跟我们这些唱戏的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此时局，有志之士无故纷纷报国，你再看看你们这些人，一个个不思保家卫国，天天在这儿花天酒地，捧戏子逛窑子。呸！各位好汉，时局不稳，讨口饭吃，这谁都不容易。况且我们这是正规的戏班子，薛老板是越剧大家，和你们以为的那些不一样。家国已沦为焦土，你们还有心思唱这些靡靡之音？哎，你们这帮学生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保家卫国才是道理。对，战场上死难者无数，华夏遍地尸骨，你们居然还有心思唱戏？这唱的是什么？牡丹亭，这种情情爱爱讲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看着就不像好东西。这牡丹亭讲的是如卓君一般的有情之人，至情至性，穿越生死的故事。哎，薛老板，薛老板来了。虽然讲的是男女情爱，但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令人动容。你就是薛先生？你是女的？女人也可以演戏？你们这些学生当真好笑，满口进步平等的口号，却不知男女也平等吗？男人能做，女人自然也能。她是个女人，这砸还砸吗？她不是说男女平等吗？砸！且慢，我有三个问题请教，如果你们能回答，戏园子随意打砸；如果回答不出或难以服众，还请你们速速离去，如何？这什么问题？你问。第一个问题，作为学生，你们的救国之路就只有靠打砸无辜民众的私产吗？口口声声国将不国，遍地焦土，救国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你们这块材料铸造成器，学有所成才是你们最大的救国。我说的对吗？对，薛老板啊，说的对。一帮学生不好好学习，放在哪儿说都不对。我们第二个问题，你们既有心报国，为何不投笔从戎？前方战事吃紧，去征战沙场，去建功立业，这才是堂堂中华好儿郎的魄力。可你们呢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有力气战场上打去，砸我们戏园子干什么？有本事打洋人去啊！胆小心命呗。我们没有。薛老板，第三个问题呢？对，前两个答不上来，我看这第三个。薛老板，这第三个问题是什么？这第三个问题，就是我虽一介女流，但尔等怎知我无心报国？睁开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水牌之上写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告别演出。告别？对，这是我们薛老板在家乡最后一次演出，他已经答应了孙先生夫妇，要随他们去劳军，去战场上给将士们做慰问演出，鼓舞士气。这沙场之上刀枪无眼，薛老板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意已决。这乱世里，学生有学生的责任，将士有将士的责任，我有心为家国出力，可我只会唱戏，那就以义报国吧。以义报国？这年轻人，听听，听听，看看你们干的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回来，你们几个孩子既然来了，也是有缘。今天是我最后一场，听完再走吧。来，薛老板啊，最后一场，来听听这姹紫嫣红开遍的惊梦。谁说我要唱这牡丹亭了？
原以为姹紫嫣红花开遍，却不料神州遍地断井裁员。杜丽娘今日一梦冲冠怒，听我梁红玉与外敌战。我们和薛先生再相会，各位，再会。这一段叫做《越秀四方》，演完了，没有了。